你们把他买了吧，我也养活不起他了。这孩子叫铁柱，你们就把他买了吧。好好的。师娘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美姑。你喜欢吗？
命啊！你，去你的！真是高兴。活儿，活儿，我这儿没活儿。你们这个几个笨蛋！我进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。不是，我们想进去喝口水。等着。妈的，连口水都不让喝。你呀，你就忍着吧。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黑影从这儿飞过去了。是鸟吧？比鸟大。那就是猫。反正不是人。哎，行。天天跟着皇军，哪有时间陪你啊？今天路过不就进来了吗？看你这大屁股，多带劲儿！讨厌，快点吧。好嘞，来了。不认识，王天砸村，腊月初四，哑巴老人，会功夫，说。真的吗？那个老太太，是谁杀的？是武田胜男，武田胜男杀的。他脸上长着一颗带毛的大黑痣。在哪能找到他？你不要杀我，我去帮你找他。我告诉你他的行踪，只要你不杀我。不杀？今天下午他要到城里去。你告诉了他。报告长官，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没办法，我这不是来跟您说，也是想弥补一下。只要咱们告诉武田少佐，那鬼魂肯定杀不了他。这并不能抵消你的死罪。来人！嗨！拖出去枪毙！嗨！哎，不要啊，皇军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
啊，给我算一卦。一看你就有麻烦，说吧。王营长，咱们游击队的人在城东公路附近发现了鬼魂铁柱的行踪。公路附近？对，就在公路两侧的山中，还有那里也有鬼子在活动，是想拿鬼魂的埋伏。说不好，只能说有可能。这边，这边。没有我发出的信号，不许开枪。那你呢？我去前面，鬼魂很可能就在公路边。你确定鬼魂的位置吗？我要确定的是鬼子的位置。他们中间一定会有对付鬼魂的高手，就藏在附近。这些鬼子奈何不了他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如果一会儿我和鬼魂从另外一个方向撤走，你们都撤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。是。记住，都不要恋战，我们只是掩护鬼魂撤退而已。嗯，你放心吧，王营长。王营长，小心。好，来。如果我要在这里对付一个武功和轻功同样卓绝的人，我会把我的高手放在哪儿呢？在这里一定会被他发现。公路上根本不可能藏人，那还有什么地方呢？大概有3公里，我还有时间。他会来吗？希望他会来。上来吧。
过来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的都在上面等着呢。走。哎，李先生，上面埋伏不能住，撤。相信我，快。李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是事先打探到鬼子在这儿有埋伏，但是来不及通知你了，就先动手了。哎，请留步。铁先生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今后我们可以一起杀鬼子，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是你，Thank you. Do you speak English? 他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山周围没有这种味道，也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听不见任何声音。我相信，我们应该是安全的。
让大家保持安静。哎，他们就在对面，让后面的一动也别动。气味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，会不会是花草的味道？我觉得不像。我觉得也不像，真他娘的邪门了。这样啊，先回去休息吧，一会儿咱们就走了。好，天生，马上去村东头，让小王掩护我们离开。你也闻到了？闻到什么？马身上的味儿。什么方向？风向一直在变，说不准。现在味道又没了。天生，快！非常紧急，我们得马上出村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当然，快走。好，听你的。大哥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已经通知小王了。好。他们好像发现咱们了。冲上去，包围他们！一定要坚持到十尾小队赶到。大哥，快走！大鹏、天生，你们断后，其他人走，快走！
狗怎么不走了？没等坏蛋在这里消失了。他吃什么东西了吗？没有，别人给他东西了，他不会知道。
鬼子给拖走了，没有别的船了吗？去码头，王营长，码头上全是鬼子。 枪一响，咱们立刻行动。好，王营长。嗯，怎么了？布鲁说不要让我们管他，他怕牵累我们。你告诉布鲁，我们绝不会放弃他，而且我们一定会把他治好，让他相信我们。是，王营长。哎，佟姑娘，你给我翻译一下，让他等着，看我砍菜瓜。 Bruce, listen to me. Yeah. We can make you healed. Okay. 分头行动，第二组跟我来。走。
队长。少佐，前面没有路了，是死路，只找到这个。看来我们又上当了。是码头方向，走。在那边，冲！冲！快，王营长，快，王营长，快，小何，起飞。
上车追，快！快！杨帆，大鹏，炸了他们！真他娘痛快！砍柴哥，砍柴哥！等你的伤好了，还有更厉害的呢。大鹏 said, "He will show you more powerful after you healed." Bruce, 接到纵队首长的电报以后，我们立即对马田的住所进行了侦查。马田原来居住在一座小洋楼里，后来由于他坚决反对敌人用他亲手研制的细菌作为杀人的战争武器，鬼子就把他拉到一所中式庭院里，把他软禁了起来，企图令他反省。那儿的戒备情况怎么样？24小时都在鬼子特务的监视之下。有多少人？白天2个，形影不离地跟着他，晚上4个，2个守在门口，2个守在客厅。听说这些鬼子都是武功高手，而且枪法精准。老子打的就是武功高手。听着。哎呀，那你认为什么时候动手合适？我觉得是早上，因为每天早上马田在院子里都有10分钟的跑步放风时间，而且白天只有2个鬼子看守，这应该是最佳时机。来不及了，他们的部队很快就会到这里。这样，大伙过来，大家仔细听着，现在是这样。
睡觉睁着点眼。麻田叔叔，你们是？麻田叔叔，我是吉久茂直的女儿，吉久由美子。吉久由美子，你是吉久茂直的女儿？嗯。哦，那他们是谁？他们都是八路军。哦，我猜到了。说吧，你们想要我做什么？麻田叔叔，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恳求您的帮忙。哦，集合。小总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带人去麻田实验室，我带人去麻田住所。嘿，封锁实验室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嘿，我们走。走。这个忙我可以帮，可是我现在是两手空空啊，治疗的药物和工具都在实验室呢，恐怕我是无能为力呀。博士说，治疗的药物和工具全部都在实验室里，他现在没有办法帮我们。那你问清楚，实验室具体在什么位置，还有戒备情况要详细。是。恳求麻田叔叔，告诉我们实验室的详细地址。谢谢。沈英找工，走。啊！快，快走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任何人出入。嗨，后边的把门锁上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嗨，快站住！军事医院，任何人不许进入。不长眼的东西！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的？谁允许你进来的？不能进去啊！走，你们不能进去，走。
轻举搜。然后再右转两圈，再回转半圈，再右转两圈，左转一圈，再回转半圈，听到响声后门就开了。哎，真的不能进去啊。走，你命令是不准开门的，把门打开。不行，真的不能开门的。再不开门，我就杀了你。这边，这里没有卫兵，他们肯定已经进来了。我叫你听我说，一定要把这些药安全地带出去。房间里的每个角落，我们都要仔细搜。
生什么事了吗？对不起，我该工作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少佐，什么情况？这里的人全都死光了。什么？他们都中了女妖的棉纱掌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又来晚了。抓住他！王不疯，走！快上车！好，走。封锁所有路口，下令搜查。怎么样了，博士？再晚来几个小时，他就没救了。真的是谢谢你了，博士。啊。那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呢？哦，彻底恢复健康，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他的状态是随着药物作用而发生变化，逐渐的好转。不过不要太劳累了，尽量减少肺部的负担，最好呢卧床休息。另外，按时给药，一天注射两次。我知道了，博士，真的是麻烦您了。请喝水。博士，我来到了中国，又参加了八路军。我日本很多朋友，他们都不理解我。可是，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。无论是中国人，还是日本人，只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，我觉得都是对的。我说的对吗，博士？你那么快就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你很坚强，我还一直担心呢，你挺不过来呀。悲痛？博士，您在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什么？好，别
吻了，就当我没说。博士，请您告诉我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请您告诉我。好吧，你的父亲还有你的母亲，爸爸妈妈，他们怎么了？被军部处死了。被处死的罪名是因为你加入了反战组织，和中国的八路军一起杀害皇军士兵。不可能。孩子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孩子，接受这个现实吧。啊，你也不要自责。既然选择了为正义而战，那么。你的爸爸，你的妈妈，便是为正义而死。你说的不错，只要站在正义的立场，他的选择就不会错。即便是死，也是值得的。我今天来帮你，也是为了你的父母。我这个人是个懦夫，我没有像你父亲母亲那样的勇气，能和自己的亲生女儿理直气壮地站在一起，站在正义的立场上。我今天之所以来，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微小的敬意吧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两个月之前吧。现在该是用我们的手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。布鲁醒了，来，我看看。好，Where are we? Am I dead? No.God, we're supposed to take you away, but it's too late. You have come back. I'm not dead. I'm alive. Of course, you are a friend of China. Also this girl. They are desperately to bring you back. You should thanks to them.Mr. Bruce, I'm really happy to see you survived.
You cried? You thought I was dead?小童，怎么回事？没什么。哦，那部落情况怎么样？他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好吧，现在鬼子已经上来了，咱们得马上转移。明白。大鹏，好。你带小童还有布鲁，你们三个人按预定的方案先走，我们随后就来。好。情况不好，王营长，前面的鬼子正往这边开过来，两边都有鬼子，肯定是鬼子的狼狗闻到布鲁身上的味道追过来的。那怎么办？小鬼子的人数太多了，而且这里的地形又不利于干掉狼狗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尽快除掉布鲁身上的味道？这样，用床单把布鲁包起来，然后在床单外面喷上酒精，这样就可以掩盖他身上的气味。
现在嘛，可能已经出城了。他们出不了城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是我们的敌人，为什么要帮他？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了。以前我半信半疑，认为你们用细菌杀害中国人只是谣传，特别是驻屯军总司令曾经向我保证不把我研究的细菌用于战争，所以我才没有中断研究，因为我相信它会用于和平的目的。用它来制止战争就是为了和平？哼，完全都是诡辩。当我亲眼看到你们把它放入那个美国人的身体里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所说的完全都是谎言。我的朋友吉久茂直曾经多次警告过我，说我正在助纣为虐，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。今天我才信了，我也因此清楚了你们杀害吉久茂直夫妇的真正目的，就是杀人灭口。因为他知道了你们使用细菌武器的真正目的。哼，我明白的太晚了。把他捆起来。嘿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会走。